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做流浪猫救助，我觉得当你看见这种无助和期盼的这种眼神，我觉得作为人类你应该给他一个回应，那就是去救他。救助这条路呢真的也很难走，别人也不敢去做。也半夜12点你俩不睡觉干啥呢？一个抱一个呼噜哈，你俩干啥呢？桑尼，哎呀你还搂人家脸。我最难忘是你的眼睛，我最怀念看我是神经，一起走过多少朝夕，我最遗憾。哪个小朋友半夜不睡觉？哪个小朋友半夜不睡觉，我就到你家里过来抓你，把你抓走，睡不睡？睡我，睡我，睡我，睡我。Where are you? You are.喵喵喵喵喵喵！吃？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啊啾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，那是因为轻轻的轻轻轻轻闭着眼睛，是你不是你说不停，还不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缺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，你们能不能学点好的，什么都不学，光跟你妈他们学上床是不是？哼。